秋节台今日为饰品开幕站台，也为即将来临的母亲节挑选要送给贾静雯的礼物。最近节目中聊到未来女儿嫁人就不舍红了眼眶，以及步步在节目中大方牵起小男生的手，萌翻许多网友。难道你不会红眼眶吗？对啊，我是发自内心的会觉得很不舍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他们现在这么小，然后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画面，然后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个感受，所以我会说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。那可能真的等到他们年纪长大了，然后真的交了男朋友，真的有一天步入婚姻，我相信我一定会祝福，然后非常的开心。那现阶段的我是还没有画面可以去想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。对，直接把我手甩开，然后去跟别人啊。如果他在熟悉的环境跟熟悉的地方，也知道我们在他身旁的话，他其实是放心的状态，他会，因为他会觉得那个环境他想要去探索，并透露之后将会有新的戏剧作品与大家见面。下半年会以戏剧为主，因为今年本来就是设定要以戏剧为主，所以下半年其实也会实行这个事情。然后最近就是忙着在看剧本啊，然后去看一些角色。这一次我还蛮想在整体外形啊各方面做一个不太一样的突破。对，就是敬请期待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